是假的汉堡屋，那汉堡屋要放在哪里？放在你的架子的前面。这是意义家庭。对。那我们再把剩下这些组装起来。对。这里有一个溜滑梯斜斜的，然后这个是一个臭脚丫。他没有穿袜子。那臭脚丫上面长了一朵花。臭脚丫怎么长一朵花？好，那还可以组装，还有这个一起组装，把它盖很高吧。好。我这里还有一个二。这里。我这个。好。还有这个。还有这个。还有这个也变成臭脚丫。你看，变成两个臭脚丫，然后可以变成组装，变成超级汉堡机器人，哇！你看，哇塞，那这个还要放一朵小花耶、yeah ！这个就是吴信义的超级城市，哇塞，来，在这里。在这里哦，自己会擦，用这个很好擦，对不对？对。哇！超级城市。对。哇，那我要在你的城市逛街了哦，逛街，呜、哦，超级好玩的逛街，哇，太棒了。那要拿车子来。